李平会就要开啊，你的代志啊，有真大的问题。啊，你昨下来遮哦，是我叫因考试的是。你放心，伊一定有胡林是一个很识的人，我一定会让伊站在你这边的。啊，那伊的意思真明显啊，周董是挺王建民的。当初就是你啊，学历到底是安怎？你讲啊，学历哪来？我敢学历不好吼。你若是要怪就怪我，因为这一切拢跟我爸有关系，我一定会叫伊给你一个交代。嗯、我讲你这人生，我每大家拢要用偷钱买你个，你个差不多你面前挂我哩。哎，我去坐到无少换就真无好啊。哎呀，我有尊严的好不好？你真正。那明仔食泡面也无调味料，叫你一顶头高升，开车车无油。啊，这严重哦！下下边化解你们更高价钱啊。想到拄只我头壳一片空白，而且我心中路条路去，感觉我身体出问题啊。所以说我拜托你，那代志真正是你做的，我求你，你承认好不？高阿姨，你去找他去，免钱，让他阻止伊，别让伊变成杀人凶手。你让我失去上爱的，今仔日我就要带你落去地界，叫你跪在我查某囝雪莉的面头前，来还心嘞。请莫留原谅，我今日开始，我会无惜一切代价，找出伤害雪莉的真正凶手，替我来陪护过门的太太雪莉报仇。